欢迎来到本期盗贼僵尸测试，哪些主能打中隐身的盗贼僵尸呢？先试试这三个家伙：电流丘利、寒冰丘利、警报之弓。还没隐身就开始啦？不算不算，把电流丘利推到后边来。寒冰丘利能不能阻挡他们呢？好像可以，虽然隐身了，但还是怕冷的。电流丘利也是，也可以打中隐身的盗贼僵尸。警报之弓呢？我想盗贼僵尸们是走不到那儿了。重新测试，能打中，但又不能完全打中，只有触碰到警戒线的单个僵尸才会被打。你们看，真是没有红线的。下一个仙人掌，它很大而小，敌人靠近的时候会缩到地下变成地刺。那隐身僵尸呢？还有毒影菇也一起。这家伙咋这么厉害呢？一个大招把所有隐身僵尸都给干掉了。仙人掌和阿尼豌豆一起来吧，刚种下去就缩地下了，看来有效。竟然真的有效。第一次表示不公平，非常不公平。